嗨，吃饭喽！今天吃俺家老公做的猪蹄子、娃娃菜，还有配个西瓜，配个米饭。吃饭，开始。尝一下，好吃吧？怎么样？香。进来老铁，帮我们点个双击，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就是燥啊，鸡头白来的燥，就是好吃，太香了。行了，我说你就上来就行了。